中华职棒统一狮与义大犀牛队主场开幕战在台南棒球场开打，吸引超过5000人进场。这边邀请831乐团开唱，为今年赛季摇滚开幕。赛前831成员轮流开球，尽管有人丢得不太好，但能担任开球嘉宾，让他们都很兴奋。其实我从小时候就喜欢看统一狮比赛。然后这次能够回来开球，其实我觉得非常荣幸，很幸福啊。然后我家人全部都来看了，就觉得很开心。那刚开球的时候，我想我应该是丢最好的吧。希望831接下来也能够为台湾职棒带来非常好的开始的一次，然后接下来就一帆风顺。统一狮今年除了专属啦啦队 UNI Girls 带动球迷一起加油外，还多了统一狮胜利女神在比赛开场迎接狮子军当日先发选手。另外，为了因应球季开幕，并配合台南市政府七月举办的12U世界少棒赛，场边还有涂鸦创作和莱尔式座椅等装置艺术，吸引球迷拍照留念。我们今年最大的改变就是说，大家都知道，我们台南有三宝：古迹、美食、统一狮啊，所以我们利用我们台南球场的特色，那我们把整个我们的棒球大道做彩绘。来吸引更多的球迷，或者是来台南观光的一个游客。中华职棒开幕战，各队利用机会推出周边商品，打出新噱头。球团希望能借此拉抬观赛人气，抢攻商机。中央社记者张新伟台南报道。